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韩人呆子，我们红魔术。对呀，之前我们做过早餐的系列，有两期，一期是速食早餐，一期是速冻早餐。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几个即食早餐。还是有宝贝儿说什么都不想动，起来就想吃，拉在路上就想吃。那我们下期就出啊，就男朋友喂在你嘴里的早餐。我为什么一直致力于要推荐大家去吃早餐？因为我们就是到了年纪了，我就发现吃早餐真是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体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当然我知道这么苦口婆心的做法对大家来说可能还没有那么有共鸣。前两天我看了个段子，什么？就不是爸妈一直都催我们吃早饭嘛，都没有用。但是啊，就是有一个博主他发了个评论，就让大家瞬间就提起了吃早餐的兴趣。发了什么？因为早餐是你一天当中最便宜的一顿。下个评论说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只吃早餐。当然一日三餐还要多吃啊，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段子开玩笑嘛。老规矩，我们会把好吃的或不好吃的红包放到视频的最后。有警惕性，我们的视频有点吵，如果介意的话可以把音量调低一点啊。第一个酸奶，我们今天找的就是网上面非常火的款，我们可以替大家试试看，也有踩雷的可能性。和润的纯酸奶配方非常健康，里面生牛乳含量达到了99%，然后接下来的就是糖，乳酸菌没有糖，我很喜欢这个，16.4元一桶，当然只是我们买到价格，大家买到价格可能不太一样，仅供大家参考。那这个很健康，就太适合我了吧，在这里面加点坚果当早饭吃，加燕麦，不要太多。但我觉得它的问题就是一份啊，它量很大，我是喝得完了，但是很多小仙女确实胃口没那么大。是的。看一下它浓稠度，哇，这个酸奶看起来就很浓稠，很像是自己家里用酸奶机做出来的。当早饭吃的时候，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燕麦，再加一小把的坚果。这也太健康了吧！哦，这个看起来就好吃。我觉得你不能这么搞，因为这时候弹幕会刷，那你为什么不推荐个燕麦坚果酸奶呢？还要我再操作一步呢？但我这个不含糖哎。你就不能推荐个不含糖的坚果燕麦酸奶吗？但是贵哎。你就不能找一个又便宜又有坚果又有燕麦酸奶吗？我找不到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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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求那么高。经常我也遇到这种问题，就是我们找平替，那找平替的呢又觉得成分不好，成分好了又觉得量少，量少之后又觉得牌子不好，那哪有这么完美的产品啊？完美产品这些存在吗？有，贵。它的热量是63大卡每100克，很低。而吃酸奶不长痘哎，太多理由可以吃它了吧？哦。它是那种老酸奶，我是非常喜欢吃这种纯正口感的。如果你怕酸的话，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赤藓糖醇，或者是加一点点蜂蜜做小调味，是完全 OK 的。嗯，倒是了，是一个合格早餐，就是酸了一点，酸一点开胃嘛。红包，下一个 DL 魔方吐司，这个品牌我之前是吃过，他们家比较标志性的其实是蓝色的封条，我们这次买的是它的新版，39.2元6个，华夏是6块多一个，其实比较贵，但这个吐司最大的特点呢是它成分比较健康一点，没有反式脂肪酸，也没有氢化油。但我选的这一款不是全麦款，他们家有一个全麦面包也还可以的，那个就是成分是全麦粉，不是小麦粉，会更健康一点，但是口感会比较差，比较粗糙一点哈。我们选的这个是6个口味装的，现在做面包就很讲究健康和新鲜嘛，就是你买了之后它才开始安排发货的，而且保质期很短，短保的。对，这要看你们自己介不介意了，因为有些宝贝很讨厌预售，就像卖衣服一样。我前两天看了个段子，就是一个博主他们衣服还预售啊，现在整个预售机制真的离谱到什么行为？2月份买的毛衣，他预计4月中旬发货，穿个屁毛衣啊！但是食品上，我是希望在我能接受的范围内，比如2-3天它就能发出来，我是可以接受的。希望它更健康、更好吃。咖啡味、芋泥椰子、酸奶草莓、抹茶肉松、黑巧克力、咸蛋黄吐司，你猜我会先吃哪一个？肉松。就你那个尿性，你屁股一撅，我都知道你想说什么话。那我现在想说什么？抹茶肉松味啊，哦，颜色还蛮漂亮的。小魔方。锵锵。肉松在这里，不是满满的肉松哦，好吃。但是它肉松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，我以前比较吃的多是那种肉松丝，它是肉松泥配刚刚的酸奶，太好了。这个面包特别的扎实，你吃一吃。其实调味做的很克制，不甜的，它没有那种糖啊什么，糖很少，它抹勺味也很克制，没有那么苦，一点点的香味飘出来。哎，我觉得它配咖啡，我觉得好搭哦，好适合配咖啡。对对对，下午茶坐那儿慢慢吃。我再多尝一个口味，芋泥椰子。我个人觉得，如果大家想要比较健康一点的，我可以选他们家全麦的系列，就这个馅料的部分啊，早饭没有必要吃的这么 heavy。芋泥椰子，这里是椰子片，里面是芋泥。也还可以哎，这个面包，说实话，我没有地域歧视的问题啊，但我觉得它身上有一股那种上海的那种摩登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前两天不是上热搜，疫情嘛，大家隔离嘛，开放了个超市，然后跟女孩冲进去说：“我咖啡还没有买。”口感不是那么的大众，但是如果你喜欢这种精致感的，
话，我觉得你会喜欢。当然它整体定价其实还蛮贵的嘛，比其他的口感上呢可能会有点偏精致了，所以给它一个黄八。我比较喜欢下三滥的东西了，我比较俗气。下一个也是健康早餐来的嘞，专门为减脂健身的宝贝儿准备的，稍微有点贵，但网上非常火。小鱼三即食牛肉饼，正面看这个包装没问题哦，得装了三片，装这么大盒子。你别以为是我吃了，没有，他收到的时候这么大盒子里面只有三片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谁偷吃了呢。这个是49.98三个，划下来16.66一个。它比较适合那种正在减脂或者说是正在减肥的宝贝儿，早上你来不及做那种健康餐什么的，它可以直接吃。它是一个即食的烤牛排，而且低脂配方，牛肉的含量大于等于90%。这个你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把它加在你的全麦面包里面做三明治，再搞点生菜什么的。哎，即食牛排没吃过吧？长见识了。看什么书不如看萌书呢？我现在有点担心啊，它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上面的印刷啊？如果打开之后这个玩意是印刷的话，我会生气啊！直接给黑吧，我会骂你啊！看到这个烤焦的纹，你还是很有食欲的。这样一块牛肉的热量差不多是50大卡，它不是印刷的，是上面有的，那就还好。上面还有点肉冻，我觉得可以吃啊，它真的很像是熟了的麦当劳的牛肉饼，里面的肉非常紧实，你可以用它放在微波炉里面稍微热一下，因为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它稍微有点冰冰，你吃起来感觉肉质吃到冰的你会有点诧异，但是如果你放在三明治里或者说你在微波炉里稍微打个10秒钟之后，它变温热了，就会非常好吃。不过我觉得它的调味里面盐稍微多了一点，略微有一点点偏咸，大家可以选的时候也许他们家有原味，可以选一下原味，不要选黑胡椒味，调味有点过多，而且因为价格比较贵的话，所以只能给你一个黄八。但我觉得煎的没有你煎的好吃。那开玩笑，我能够里面用了时间和爱啊，那是凝结了我无差别的人类劳动。哦，有差别的人类劳动。下一个，哎，我最喜欢的紫米面包，有很多牌子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。我们这次找的是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又趣，15.8毛钱2斤10包，差不多1.58块一个。哦，这个比什么全家性价比太高了。对，全家什么都好吃，但他们家紫米面包是真难吃，换一个供应商吧。哦，它是三层的，哦，好软哦，是我爱的。它中间应该夹了很多，三层面包，然后非常软乎。我来撕开它看一下啊，哇，哦，紫米很多哎。当然了，大家很好奇它有多深，是不是？哦，它天哪，它一直掰到这里啊，边缘就有，不像有些包子，一口咬三分之一没有馅儿，再一口咬手指了。馅儿多不好吃，我不是很喜欢它紫米的调味耶，它是溜溜没味的，酸的，它紫米有点怪，看看过期了吗？保质期10天，没有过期，它就是这种味道吧。但这个口味我不喜欢，就是里面糖很多，同时又有点那个，为什么要放做酸梅味的呀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什么特别好吃的紫米面包品牌，欢迎在评论或者弹幕区给魔术留言，我们下次给大家再做一个测评好吗？下一个益德源和欧包，15.6块，2.5毛钱一个。不过它比较特别的点，它的配料表里面是全麦粉加魔芋粉以及白芸豆的纤维，所以它比较健康一点，热量也没有很低，热量928千焦每100克。就我的理解，欧包是好吃的，健康欧包就是没那么好吃点，粗糙一点。但确实我有一阵子就每天早上就像吃糠啊。这有些宝宝是有那种健身的需求的。有四个口味，奶酪蔓越莓，长得都一样就不给大家看特写了，南瓜红提，黑米，海苔肉松馅，据说他们家肉松馅非常好吃。又吃肉松，哦，但是好硬啊。实在，我的妈呀，哦，但里面肉松很多，我不能觉得会散，我只能给你们这么看来。哇，哦，肉松很多，哇，它很神奇哎，本来它这个面包的口感让我就有点想翻白眼了，但是肉松又拉回了我。肉松很好吃，外面的那个面包说实话确实是比较粗糙和硬一点，它很像是风干之后的面包的感觉，但又不是难以下咽，是可以嚼一嚼的，它能嚼吧嚼吧嚼很久。我再尝一下黑米馅，但是很神奇的是，就我们这个快递是刚到的，但它每一个面包有的硬有的不硬，像这个就是不硬的，像馒头一样，黑米馅就是软的。哦，里面还有麻薯。我个人的担心它可能是因为品控有点不稳定的原因，我来替大家尝一尝。这个很好吃，如果肉松的是这个面包口感的话，我完全可以接受。这个软多了，对，有点湿润的感觉。它这个就有点像紫米面包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就是能吃的。它如果是魔芋再加全麦的话，我觉得它太健康了吧。虽然里面还加了点黑米的碳水。总要吃有碳水的吧，总要吃一点的嘛。最近网上面有个热搜是讲说李准基6年没有吃过碳水了。那他多大啊？40岁了，保养得很好。我要讲一个段子了。那你准备了多少啊？我没准备，这是我自然的知识库。他
他不吃碳水，看起来停留在20多岁，很年轻，因为他有专业的营养师和私人医生护理，还有钱医美。你不吃碳水，可能真的就停留在20多岁，连人带喝三斤半。对，我一直在讲说碳水还是要吃的，但是你可以控制少一点点。但你不吃碳水，真的，一方面脑子会不灵活，另一方面会掉头发，对身体也很不好。一定不要用那种不健康的方式去伤害自己以及减肥。而且就大清早吃碳水没问题，你有一天的时间去消耗啊。早上不吃碳水什么时候吃啊？凌晨3点钟想吃馒头吗？它的紫米款是好吃的，但是品控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稳定，所以给你一个黄包。有没有可能它就是这样的？因为这种密封袋子它根本就不会散水，对，它没有干的空间。下一个康泉黑钻吐司面包，19.8元。一袋差不多是1斤的样子，据说巧克力味巨浓，这也太大一块了吧，一座山呐、啊！而且上面那个巧克力很浓郁，这个卖19.8元，如果好吃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。只是我有点担心你炫不完，真的，你得跟朋友一起分享哦。我一定要撕一个给你们看看，它是那种松软布朗尼，超软，哇哦，好吃，可以吃。我看一下成分，拜。别让我看到带可可脂，这很下头。里面用到的是小麦粉、纯牛奶、起酥油。哎，下头，但它真的很好吃，难怪它能做的这么蓬松，又大又便宜又好吃，一定就有原因。像棉花糖一样，但是成分真的太不健康了。就是如果你们天天拿这个吃的话，真的会不健康，少吃一点，跟朋友一起分享一下，我觉得偶尔尝一尝口感是可以的啊。黄吧，下一个贝乐厚切吐司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超级厚，17.8元7袋，划下来2.54元一袋，它真的好厚啊。我觉得它可以在里面切开之后塞那个牛肉饼，非常松软，而且能回弹。哎，他们的奶香味好假哦。那是不是配料很健康呢？我来看看，它不是，它一看就是配料不健康的难吃。干吧。一方面很干吧，而且它里面有股香精甜，你有没有感觉？回反过来有一点点。不推荐，很一般了。还有更多可以吃的，你可以去吃桃李啊。盼盼的手撕面包也比这个好吃啊。黑马，好，今天的即时早餐大赏就是这样。总结下来，好吃的红榜有，一般好吃的黄榜是。不知道你最心动的是哪一个呢？你最喜欢哪一个？第一个酸奶就是 YYDS。对，我非常推荐第一个酸奶，很好吃。这是我觉得除了贵了一点，量大了一点，完全没毛病的一款。那个康泉吐司确实还蛮好吃的，只是不健康。哎，是难两全，还是建议大家多去吃一点健康的早餐，然后呢，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。今天视频就这样，爱你们，哇。